一楼嘛，其实房间呢就不是很重要，主要是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回来就坐在那个。住家的房子冲西北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这个地方整个厂房它整个坐向决定了才能够讲刚才的那些东北、西北。比方说你这个地方稍微偏了15度已经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。这个厂房哪一年？